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接收地球大小事。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接下来呢，请到的是呢，郑大教授呢，严振生教授来为我们分析呢，最新的啊，就是北韩呢又在试射了，他宣称啊，他成功的又试射了极音速导弹。然后呢，还有就是乌克兰问题。欢迎教授，欢迎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好，老师，我们很快的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嗯、呃北韩啊，北韩昨天呢，呃十一号的时候呢，在金正恩亲自视察的情形之下啊，他就宣称他成功的又发射了一枚这个极音速飞弹啊，虽然说呃南韩方面讲说。 呃，他们发射的昨天发射的这个极音速飞弹呢，呃，不如呃南韩呃北韩自己讲的这么的有有威力了哈。北韩说什么十马赫，然后一千、嗯、一千公里啊，他说没有啊。但是呢，他南韩也说了，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技术上面呢是比以前还来的突破的、嗯、哈。就说北韩这样子做的最重要的目的，他是不是要逼着这个呃逼着美国，你要正视我，你要来跟我谈判？ 对，我在想哦，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谈乌克兰嘛，嗯、然后乌克兰我们就会谈到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嗯、那会谈到说要不要把俄罗斯目前的制裁加重，成为类似像叙利亚跟北韩的这种全面性的制裁。嗯，嗯那所以你回头来看，就表示说今天金正恩是被西方世界、被美国全面性制裁。嗯，哦，那所以他。 你制裁的结果，他当然希望说我能够减轻一些或者取消一些制裁，因为他认为说我唯一能够让你们重视我啊，能够有一个谈判的筹码，就是我不断的啊发展我的这些啊武器啊、呃、或者飞弹啊等等啊核武器等等，让你不得不来谈。虽然。 我认为北韩从来没有想要说用核武来攻击人，嗯嗯啊，但是他就觉得说，今天我有这些，第一个我绝对是可以保护我自己的政权，嗯啊，就是变变成是说，你如果今天想要推翻金正恩，那你都要三思而行，因为可能有后果嘛啊。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样你们过去制裁我，那我现在有了核武，我有个谈判的筹码，嗯，来跟你们谈，希望你们至少就是说我可以。 不要发展那么快，我可以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ceiling 啊，嗯、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不要超过多少啊，屋顶啊，有个屋顶。那过去我们在想说，美国跟前苏联谈判的时候，第一个谈的是限制核武啊，嗯嗯嗯、啊，第二个谈段阶段是谈减减少核武。哎、嗯欸，可是为什么你跟我北韩谈，一谈就说要全面废核？嗯嗯、那北韩当然不可能，今天投资了那么多的钱。 啊，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挨饿了，发展出核武，结果美国现在是要你全面把它就是废掉了，那当然不可能。那所以我觉得北韩美，我觉得西方世界，包括我最近看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智库的也提到，说你跟北韩现在要谈，你不要再抱着这个 CVID 啊，就是 Complete Verifiable、嗯嗯、啊，<对>然后 Irreversible 全面，全面嗯、而且是不可能逆转的竞合，嗯、对不对？他说你应该就是要。 射限，我觉得我几年前就这样子讲了，就是你应该先让他说，哎，你不要发展到太多，就是谈判有一个有一个数字嘛，嗯，然后再从那边开始说，哎，逐逐年递减，哎，我觉得这样子大家比较，就你你有这样的一个善意，那北韩可能也会就是说真的减减了以后呢，那你再稍微取消一些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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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啊，从善的善，就是说会带出来更多的。 善善的回应嘛，是这个在北韩呢又在试射他所谓的这个基因素飞弹之后呢，呃，美国的对朝特别代表呢，金城是说，呃、他他就立刻跟韩国还有日本呃方面呢进行了协商，嗯、他们的呃美方的讲法是说，哎，我们一直说要谈呢、啊，哈、嗯哦，呃，你北韩都不谈，但是问题是，呃，美国的谈是有条件的，对，而且他的条件是很严苛的，他的是说你要先放弃核武，哈、嗯哦，那我们再来谈啊。<对>哦 然后这是一点，那这当然就很难哈。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美国对于呃北韩的态度，他会会如此的好整以暇？他是觉得就是说，你金正恩，你就是最多最多。 你就是这样子试射哈，你也不敢真正的，嗯、你你也不敢真正的，嗯、就像老师讲的，他虽然发展了这个核核核导弹哈，但是呢，你也不敢真正的对任何一方发动攻击，所以我们就当做你是在那边 bluffing，、嗯、是在那边虚张声势罢了。 那我觉得今天，所以金正恩变成是说，你认为我虚张声势，我就要让你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不仅对南韩、对日本啊有威胁，我甚至对你的夏威夷、太平洋、关岛这些有威胁，甚至我还要打到你美国本土啊，然后让你知道说，我不是玩假的，就是要有一种就像川普过去讲他的这个资产叫做不可预测性嗯。啊。那金我认为他不想，但是呢，你逼得他必须要做出一些动作，让你觉得说他有这样的可能。 你才愿意跟他谈吗？还是我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你在对金正恩的要求的时候，当他这样发展出来的时候，为本来是为了自保，结果你要把它全面废掉？我觉得全面废合说老实话。 也你也对不起北韩的人民牺牲的那么大、哦、今天发展出武器，<laughs> 然后你叫他全部废掉，这个角度也还蛮特别。嗯、<laughs> 对，好，我们来谈这个呃乌克兰啊、哦，我们看到呃美国跟这个俄罗斯有关于乌克兰的谈判呢是结束了啊、哦，然后现在呢呃俄罗斯呢要跟呃欧欧欧洲啊、哦、跟北约那开始来谈，嗯、可是他跟这个、呃、美国的谈嗯。呃 没有，没有，没有结果哈。没有结果，但是呢、嗯、，Wendy Sherman 啊、哦，这个国务啊、嗯呃，副国务副国务卿，他、嗯、也认为是说，即使没有结果，但是还可以再谈。嗯，那就是说，至少这个谈判不是说破裂，大家 walk out、嗯、啊，就是离开不欢而散，嗯、没有嘛，还是可以继续再谈。嗯嗯、那我觉得还有继续再谈谈的这个空间，那拖住。 就已经算是好事了嘛？嗯，那这个接下来的话，情势会是怎么样的这个发展呢？因为克里姆林宫呢、呃、发出来就是说，呃，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啊、哦，嗯、这在跟这个美国的谈判结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理由感到乐观。然后呃，一月昨天吧，呃，他又开始呢，俄罗斯的军队呢又开始在这个就很靠近这个乌东边境呢展开这个演习，这个是。 俄罗斯的姿态吗？我觉得俄罗斯啊、呃，从普廷最近发文表示啊、哦，说这个乌克兰是根本就是俄罗斯传统的一部分。嗯，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是同一个，嗯、就是同同源同种的啊、哦。那这个关系就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九零年代初期这个整个前苏联的瓦解啊。嗯，那。 当时的乌这个戈巴契夫，然后后来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呃叶尔辛，就是认为就是说我就变成俄罗斯了。嗯，可是普京不是啊、哦，普京还是认为说，特别是乌克兰，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传统啊，从这个历史沙皇时代，甚至更早，从中世纪以来就是啊，从克里从这个基辅开始啊，我们讲说当时的大公国就是俄罗斯开始的，所以这个关系他没办法切掉。 有点点类似啊，就是说我们台湾再怎么样主张，今天有这种独立的什么等等，中国大陆就说这是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对对对，那我们就同文同种的。哎，对我们过去没有看到俄罗斯有这么强烈的立场，但是现在有了。嗯，哎，为什么？哦，我觉得他，因为他他是认为说，他今天要用乌克兰在挡其他，他现在你看他这一次的要求啊，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他就是说过去是。 乌克兰呢，包括乔治亚啊，这个不能在东扩，北约不能在东扩到我的边境。嗯嗯。那现在这个立场不仅是如此，还往前推了。他想往前推，对不对？他说一九九七年哎之后的，通通都不行。哎，不是不是说他们已经这，他也不能改变。对。但是说，你不能在那个边境在搞这些飞弹啊，这些对准俄罗斯的这些全部都要撤。对，通通都不行。包包括波兰，嗯，包括罗马尼亚，嗯啊，这些太靠近了。嗯。然后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就是也贺主说。 芬兰、瑞典，你们不过去都是中立的，嗯啊，不要想再加入北约啊！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说，他要重新建立一个俄罗斯，就是我在这个原来的前苏联的这个范围里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嗯嗯、啊！我还要重新把它叫 reclaim 啊，重新把它宣称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嗯、不容其他国家来。 啊、哦，来在这边啊、呃、造势啊，或者颠覆？嗯、对，就普丁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国内政治上面的需求吗？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呃，增加对于乌东边境的这个用兵，然后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回旧苏联、重回旧苏联荣光的这样子的一个哦，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诉求呢？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他巩固他的权力还是有帮助。他的权力没有不巩固啊？对对对对，就是说。<laughs> 他因为国内的人喜欢这个啊，现在对不对？因为因为俄罗斯人说老实话，他们从前苏年转型过来，经过了九零年代叶尔钦，他们觉得说那个时候觉得说哇真丢脸啊，那现在等于重新回到一个。 啊，呃，至少我们现在说过去，呃，十几年谈一开头先谈说美中啊、呃，这个就是啊、呃、，Chin America 啊、呃、什么的，嗯、就是中美中两国嘛，嗯、啊，<对>两个大。哎，现在你谈军事东西，你不能不把俄罗斯放进去。俄罗,进去俄罗斯现在是一个 player，、嗯、是一个,、嗯、是,一个是一个这个角色了。嗯。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一定要坚持，就是他要重造俄罗斯的光荣，嗯、然后呢，不让美国或者北约。 欧洲国家在东欧，就是前苏联这这个势力范围之内，嗯，再有任何能够扩张，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问题是他也看清楚，你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嗯，你今天北约有任何的义务，比如波兰你有义务啊，甚至波罗的海三角国你有义务，嗯，乌克兰你你能做什么？你因为你不是盟约，我你只能说我我很尊重他的主权。 啊、哦，希望他不会破坏，然后做一个制裁。他大概看得出来，就是当你没有我们讲叫做条约义务，嗯嗯嗯，嗯嗯那那你都不不容易出兵嘛。嗯，这个呃，普丁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嗯，和呃乌克兰就是泽伦斯基上来之后哈、嗯哦，呃，他们比较呃用比较积极的啊、呃，希望能够加入呃北约，嗯，这些应该也是有相互激荡的影响。对，当然是嘛，对对嗯、就是说今天。 乌克兰已经过去，你看美国那时候搞颜色革命之后啊、呃，在乌克兰二零零四年那个时候的乌克兰有一阵子也是想加入北约，对、呃，甚至加入欧盟。嗯，那后来也是因为后来换了一个亲恶的就停了。嗯，现在又开始有这个动作，那当然俄罗斯一定是要阻止这个，因为他不希望就是说这个东西扩散，嗯、因为他现在唯一最值得信任的就只有。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啊，哦、對,对不对？那白俄罗斯跟他也不错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说白俄罗斯对,對作为它的一个缓冲区嘛。嗯嗯嗯我觉得这个 buffer zone 啊、哦，嗯、大概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说。 你们不要搞过头了，人家要需要有一个缓冲国，是你应该要给他一个缓冲国，<是>國这就是七星级讲的嘛，對,对不对？就是说乌克兰呢，他就应该要做一个缓冲国啊。國嗯、可是对于乌克兰来讲，他的他的问题很困难、啊。他的困难是说，你今天还有乌东的问题，对乌东有这么多俄罗斯人，嗯，那我们学政治学、国际关系里头有一个英文字啊、哦，叫做 i r r e d e n t o u s 啊、哦，就是说有一批人跟你同文同种。 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头，他想要跟你回归，啊，要跟你回来统一，但是他的国家可能不允许。啊，我们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斯里兰卡，他不是以前有一个那个塔米尔，嗯嗯，那个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恐怖恐怖游击队一样的啊，Tam t m t e m i r Tigers。那这些塔米尔在斯里兰卡的北边，他们是觉得说我们是。 印度塔米尔一部分哦，啊，他们要跟印度的去结合了，哦哦哦哦、那所以这种就是这种叫做分离主义，但是它是要跟另外一个国家结合。嗯嗯 嗯，那我我们看到克里米亚其实就是、其实克里米亚就是、哎、就是类似啊,啊，克里米亚的人是很欢欣鼓舞的，对对对，对对对被俄罗斯给拿走，了。对对，因为他们原来是个俄罗斯，嗯、只是这个当年这个赫鲁雪夫把他给弄掉了把他给弄掉了，那要回去。但后来这个西方也觉得说，用这个理由啊，就说好，那就。 摸摸摸鼻子认对，虽然说现在俄罗斯还在受到这个制裁之中，可是他也没有，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哎、欸，克里米亚，他们可是他们经过他们的公投，哎，他们公投，他们要回到，<laughs> 他们要回,們回到俄罗斯去、嗯。那所以你现在、嗯、如果今天你真要搞，那乌东怎么办？乌乌克兰有可能分裂吗？啊、当然有可能了、啊。对，乌克兰有可能经过这个，呃、有可能经过它内部的一个程序，就让它变成分成一半吗？我我我认为啊，嗯、就是说今天乌克兰。 总统大概不会、不可能这么去想，嗯、但是到最后，如果今天真的要变成那个，就是他要往西方走，那乌东不愿意，可能就会分。但是。 你即使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领土还是跟俄罗斯接了。嗯嗯，你你当初的默契我知道您的意思。你就说，你就算把它分走了，北约还是不能够在乌西就对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真的是是，它是命运。这个是乌克兰，这就是地缘政治上面的，它的命运上面的一个困难。我们真的是好，好险，还有个台湾海峡啊！今天我们请到郑大教授，呃，严振山老师呢，来为我们分析乌克兰的情势啊，因为乌克兰的情势呢， 它会影响到两岸之间的关系啊！就对于美国来讲的梦魇就是，呃，谈判破裂，然后呢，俄罗斯呢就对真的对乌克兰呢发动这个军事攻击，然后在欧洲的战场呢就开打了起来之后呢，大陆呢在台海这边呢趁势而进啊！嗯、它只要制造一些状况，好、啊，像是那现在又再加上一个北韩，那美国呢就是它整个就已经。 这就不只是头大可以来解决了啊，他就没把法应付了。嗯，我们讲他们讲说美国大概能够打一个半战争嘛、哦，嗯、他没有办法支应两个战、哦，哎，就不能两个。那北韩可能算半个好了啊、哦嗯，嗯嗯、那所以如果有北韩就是说，哎。 再加进去就变成两个半的话，那那跟这美国绝绝对是没办法东西兼顾啊。就我如果是北韩的话，嗯、就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北韩的这个态度哈、啊，嗯、他在很相相关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挺这个北京呢，嗯、挺的非常的，嗯、挺的非常的明确啊。嗯、不管是在冬奥的这个问题上面，有、嗯、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上面啊，嗯、假设一旦呢真的是东西的战场呢，胖通通这个引爆的话，我北韩只要对于驻 日的美军，嗯，有造成威胁的话，嗯嗯、美国就很动弹不得嘞、欸啊。对呀，对呀，所以就是，对对而且还还有驻韩的，对、嗯、韩，对,对？对,对，也牵制住了。是，就是说，他是要就是要看他要不要对他自己的同胞了啊，来来这个来出手就是了。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状况就是说，嗯、他又必须要让这个俄罗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议题上面不会就是我们叫做更恶、呃、更加恶化。 那你可能必须要做一些承诺或者让步、嗯，嗯、至少我觉得你你现在好像，呃，我们讲说欧欧、哦哦、这个北约现在的态度是说，呃，我们没有办法说接受你普京的讲法，说我们不让他们加入，嗯啊、嗯嗯呃，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嗯，哎、欸，你真正需要他们加入吗？我们今天还看了一些报道讲说。 以乌克兰现在的这种经济状况，加入北约是一个负担呢？ 嗯哦，怎么会是好的？他他根本力量不足啊，然后要要来养这些东西，跟你北约配合，那是一个负担。不过，就是对于美国跟北约来讲，它这是个面子问题。对对，这是一个面子问题。我实际上，我其实我并没有接受，并没有要接受他加入了哈。呃，拜登呢跟泽伦斯基通电话呢，也都是很口头上说啊，我一定给你们安全上面什么保证什么，他也没有说好吧，欢迎你你就来吧。一样嘛，就跟就跟拜登对台湾的态度一样嘛。对，可是他可是他不他他。 是，实际上还没有要你加入，嗯、但是他不能够讲说我不让你加入，对对,对，就变成是，但是跟被台湾一样你，你至少过去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德、嗯、看，大家都知道是德国、法国过去是基本上就是希望乌克兰打消这个念头嘛，啊嗯。啊嗯那没有不是说不不鼓励，就是说就是你大概知道，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情况，北约不可能会扩张到俄罗斯的边界、嗯、啊，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要求。 哦，有可能是不很不切实际的，嗯，那对我们整个北约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嘛，嗯。但现在你说好，为了面子而不愿意讲，我觉得，我觉得乌克兰今天应该是说，我既然在地缘关系上面跟俄罗斯脱不了关系，那我就跟俄罗斯关系也打好，跟这个欧洲关系也打好，我两边左右逢源不是更好吗？他不能够宣布他自己就是一个中立国家吗？我、哦、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机会，的。对,对？对啊。 你看，我看这个呃，美国呃，不，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商报透露说，嗯、乌克兰呢私下呢去找了俄罗斯谈。我觉得乌克兰真的也蛮悲情的哈、啊，嗯、因为他的命运呢就在这个谈判桌上呢，就让大国这样去宰制。在俄罗斯跟欧洲的呃会谈里面，他只能参加一场哈。好,嗯、好，然后他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会谈里面的时候，他要相当程度的去承认乌东有这个自治权呢、欸。嗯嗯 对啊，那他他这个让步也很大啊。不，所以乌克兰哦，我觉得就是让金正恩看到一点，嗯，就是乌克兰在前苏联瓦解的时候，他本来是有核武的，嗯，最后后来为了独立之后啊，为了去消除，哎，就消除了，哎，结果你看就变成家宰割了，啊，所以金正恩不可能放弃核武。那回头来讲，我就讲说乌克兰状况，你说可不可能中立？哎，为什么芬兰在冷战期间后来搞成中立？他搞成中立之后，他又不加入北约。 他那个时候连欧盟都不加入啊，后来当然加入欧盟了，但到现在为止不加入北约。可是，当大家都在跟俄罗前苏联对抗的时候，芬兰是一个苏前苏联窗口，他赚足了钱。本来芬芬兰在北约跟瑞典、挪威是有一段距离瑞，瑞瑞典是最进步的啊，丹麦、挪威。 芬兰现在是同步的嘛？嗯，啊，就是就是 Nokia、ok、之后，不呃，对我就就我就觉得说，整个芬兰的状况就不太一样了。嗯嗯，就是呃，靠着这个等于是跟俄罗前苏联做生意，赚了一大堆钱。 然后呢，又保证不加入北约之后，等于是苏联也放心他。那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嗯、哦，那你苏呃芬兰是就是叫我们那个时候叫做芬兰化啊，就是说你被前苏联等于是间接控制你的外交决定。嗯，嗯但是他过得好好的。嗯啊，嗯嗯然后他也不、嗯、绝对不去向其他国家去得罪前苏联。那时候他就认为说，啊，苏联哦、啊、是我们的老大哥，是我们的好邻居。总统骗，老百姓骗。 媒体也骗，全部都骗，就是明明芬兰人被苏俄罗斯侵侵略过，前苏联侵略过，很讨厌他们，但是全国一起骗，嗯,嗯啊，说你是我们的好邻居，嗯嗯，嗯嗯然后赚他的钱，嗯，然后他维持了他的独立很久，都没事，嗯嗯，嗯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是高最高的艺术，对，哦、嗯。 所以，呃，那现在的情况，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应该用这个态度啊，嗯、就是既然你普京觉得我们是兄弟，嗯、那我就说你是我们的好兄弟嘛，嗯、啊啊，我也不加入，但是我就是至少可以从西方再拿到更多的好处嘛。如果说乌克兰采取这种中立的态度的话，嗯、乌东的那些原来的呃恶意的、嗯、呃，他们会会接受吗？呃，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我们看。 啊，前苏联的共和国里头，其实有不少俄罗斯人啊。譬如说，我去过的中亚，像像像吉尔吉斯，或者我们想说像哈萨克里头，还是有些。我是去过那些地方哈？我只去过吉尔吉斯哦，是哈，还有乌兹别克。他们那是很多人是蒙古的后裔的。对对，他们就说，譬如说哈萨克跟吉尔吉斯没有，就像看起来跟新疆很像哈，这个中亚人嘛哈，但是乌兹别克这边比较像白人了嘛那。 他们那边有很多俄罗斯人没有没有，没有离开。嗯、那这些俄罗斯人在看当地，就觉得说好像跟我们以前在前数年的时候生活更差了。嗯，嗯啊，因为政府都没有什么建设。嗯嗯、我去那个吉尔吉斯，就等于是铁路也废了，工厂也废了，因为俄罗斯人搬走了，哦、搬走以后他们就没有建设了。哦，啊，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回头去想说，嗯、我好像在。 特别普廷好像还是强势作为、嗯，嗯、所以假使像吉尔吉斯这种没有资源的，他可能会觉得回去也没有什么差。啊、嗯，啊、嗯，我认为白俄罗斯都有一天很有可能会回去。嗯。嗯 就是说，因为他觉得可能我再靠一个大树更好，嗯嗯啊，而、嗯、而而不会被这个西方国家给颠覆。嗯、那乌克兰，我觉得当然，他们因为乌克兰可能自己他历史上面他有过乌克兰大公国，有这种比较光荣一点的历史之后，他有那种民族感啊，嗯嗯，嗯那不愿意就是这样子沉浮在前顺，嗯、但你可以说是好兄弟。 然后维持一个中立，我觉得是可以的。嗯、是在这种短暂不可能的这个情形之下的话，嗯、接下来的、呃、乌克兰的命运会是如何？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呃，他不可能去接受啊。嗯、呃、嗯，这个俄罗斯所开出来的条件，嗯、那俄罗斯呢，对于美国的呃提议呢，他也是呃觉得你好像。 你你实质上并没有给我什么啊！嗯、你承诺说你在那边不部署飞弹啊等等，嗯、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对俄罗斯来讲，他觉得都不可信。嗯、那这样那这样怎么办呢？那然后可是呢，普丁呃，就就这个呃，拜登来讲的话，他也。 他在国内也没有相当大的这个支持度。假设今天真的要对于真的呃普京采取了任何的行动，然后拜登他们真的是要出兵去打的话，国内的这个支持度好像也不是很高哦。我觉得美国今天要跟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议题上面打，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度绝对低于台海。哦，真的？哎，我觉得因、嗯因，因为因为因为。 你知道，就是说，美国以现在我们看川普搞出来的这个种族主义啊，川普还蛮欣赏普廷的，嗯，就到底他们还是白人，嗯，你知道，嗯，就他，老师讲这个很有意思，嗯，他会觉得说亚裔的对他的威胁，嗯，跟白人不太一样，嗯，啊，所以我我我还是会认为，你看到二次大战期间刚开始。 美国跟德国也没有打仗嘛，嗯、对不对？即使希特勒侵略了法国、嗯、啊，跟英国打了，美国是到了一九四一年被日本打了珍珠港,、嗯、珍珠港之后，才回头去打，嗯嗯呃、跟那个这个这个我们讲说俄罗斯，呃，跟那个德国希特勒打。勒所以，我以前就在笑说。 德国，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勇士们》啊，嗯、这个电视影、嗯。对、啊、好好看，嗯、好好看。可是后来才发现，美国根本一九九一九四四年，诺曼底才进，不是诺曼底才进去。一九就四一年宣布，但真正进入啊，嗯嗯、是欧战<站>。欧战就是说一九四四年，不是才进入法国。嗯、我们讲诺曼底登陆。对。对对 一九四五年就读那个结束了，不到一年。嗯嗯、我说怎么能够拍出这么多电影？就、嗯、这个故事太多了吧？啊、嗯，只有一年，到底你接触了多少战场？嗯，啊，怎么有这么多故事？嗯、不是像八年啊？我们、嗯、我们想，我们说八年抗战、嗯、啊，有一些。那所以美国其实对白人这边啊，而且你看美国一次大战的时候，二次大战还好，因为希特勒比较明显。一次大战的时候，美国是一大堆人是不会去谴责德国，而且美国我们要做。 Hyphenated 就是 German American 啊，French American，German American 就德意的，哦，很很很很支持德国的，嗯、爱尔兰裔的，嗯嗯、在美国很多嘛，嗯、他们很讨厌英国人，嗯、他们支持德国的，嗯、哦，所以白人之间，我觉得不会那么在意美国今天啊，要一定要去支持哪一个在欧洲，嗯、我觉得，但在亚洲他们可能会不一样。嗯嗯 老师这个老师这个角度很很很有意思，我们这以后真的是要可以要来好好的去钻研一下、嗯、这种，因为这个对于国际的这个局势，嗯、它的这个轻重等等，它会产生很决定性的影响啊。对对那现在怎么办？那现在大家都僵就僵持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僵持就是说，再谈下去，美国这边是不是你一定要让要要有一些承诺？嗯啊，可能可能呃，普丁还觉得说你过去承诺都是假的。 要看到你真的不能在他不仅是乌克兰、乔治亚啊、哦，还有在过去的这些九零九七年这个这这这这个加入的北约的这些国家，北约东扩之后的，嗯、也不能有太多。他认为，对部署了部署太多的飞弹部署、部署军事部署、对对重兵部署了。嗯。嗯 那呃，如果说呃，这三轮的，因为很很显然就是他接下来跟这欧洲的这三轮的谈判，嗯、呃，在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让步的空间的情情况之下，俄罗斯会不会采取一些很突然的行动？我觉得要撑过去吧，因为你现在欧洲的国家。 包括德国什么？你现在还是需要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嘛？嗯、冬天嘛，啊、嗯嗯嗯哦，你至少要撑过冬天吧，嗯、不然他那边一关掉你，你你也受不了。嗯，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至少要撑撑到春天。嗯，啊、哦，这个谈，我的意思、嗯、谈判，才有可能有新的一回合的开展嘛、哎哎。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呃就。 就美国来讲，他现在所开出来的就是啊，你如果采取行动的话呢，嗯、我一定会给你强烈的呃这个制裁。嗯、这个对于普丁来讲，到底有没有威吓的作用啊？我今天就说，普京需要的一些东西，当然从西方国家、从欧洲很重要。嗯，但是如果你今天制裁，万一跟美中国还是提供他一些东西，嗯，嗯那这个也还有就是说，他可以透过第三国再转进来。嗯、我觉得普现在的制裁。 不是很全面啊、哦，所以不够不够重，不够。但是你全面以后，他、嗯、反反手，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如果今天他也不出口他的天然气，那这样子的话，欧洲也没写、哎、受不了。嗯、谢谢严振生教授，谢谢，谢谢。谢谢